老板，这条江能游过去吗？师傅对，我看这江面上挺平静，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呢。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，冰冷刺骨，刺过下去九个也上不来哟。厉害呀！我就不信，天下还没有一条我游不过去的江河。主席，不能游啊！哎，你们不知道吧？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这点毛病，见了水不要命哦。我是渡江总指挥，在这里要听我的嘛。哦，遵命，今天不游。对，好，上船，上船。不过呀，这条江我迟早要游它一游的。自心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急三千里。哎，真乃天不绝我哟！主席，你的意思是说？伯承，你看，为了过这条江，我们从贵州绕到云南，来了一个大回旋，跑了多少路，打了多少仗，有人掉了队，也有人吃不了苦。开着小船，如今我们却不费一枪一弹，不损一兵一卒，就夺得了这个渡口。这说明我们正确嘛？这不是由来于马克思的在天之灵哦。任志兄啊，依我看，还是你审时度势，指挥得当啊。那是你的看法。有人就肚子气得鼓鼓的，说我让他们走了拱北，跑了冤枉路，真不晓得。他们的账是这么算的，一笔糊涂账哦。这里。哎，三军的主席，老总，果真不出你们所料，其他两个渡口都出了点麻烦。哦。三军团所在的洪门渡口水流太急，建议浮桥刚搭起来就被冲垮了，目前仅靠一条小船来回摆渡，速度很慢。一军团所占领的龙界渡口江面太宽，敌机可以抵控扫射轰炸，渡江也很困难。吴军团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，老姜把我们逼得好紧呢。命令彭德怀把部队拉到这里来渡江。对头。那一军团呢？既然那边过不去，把林彪也拉过来嘛，无非是让东镇堂那里多盯上他几天。我们一定拖住敌人。